有吗？嗯，现在有吗？有啊。开。开了。我是说有在充。那倒是不是很恐怖。要看电池，是吗？是我拿电池啊。嗯。可能自动关起来的能力。他没有在开。你知道他没开？嗯，他刚没开，现在是我按的。那他还是会不开啊？啊，关了，现在又关了，是不是？四，有，他会闪。因为你这头都很松哎，要不要粘个胶带？不用啊，都很松。这本来就这么松吗？随时都会掉的感觉。啊？随时都要掉的感觉。总比压歪线。刚都压歪啊。啊、这个太长了，我的口袋没有那么深。对啊，所以现在这样，我觉得就这样很好。谁啊？我爸。啊，你爸是说打人啊？会不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？不知道。关闭。喂，这样。Hello。你吃饭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吃饭了。哎呀。啊。啊 ，Hello。嗨嗨嗨。啊。慢慢吃啊。嗯。啊。哎呀，就在家。嘿。那你那边有没有下？没有啊，东京还没有吧？可是我刚才新闻看哈，日本怪哪里下雪下好大、哦。啊，那不是东京啊，那个。现在自己再感觉一下，觉得里面好紧哦。我现在紧是紧，我的脚麻了。我是大拇指好像也麻了。
我真的是有一个人站在上面弄，就是一坨一坨的掉下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吃饭时间积了那么多。嗯。对，这样子的量。来，我们两个各开口。对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现在没事，正在录。又开始下大雪了，蓝天又没了，想要看蓝天。那就一直滑，就一个缆车，这个缆车，就是这条上直接滑下来，这条上就会滑下来，一直都重复啊，没有要去看看别的地方啊，也没别的地方啊，我们今天都看完了，然后又不会去，又不会去花园。怎样？我们现在都走边这边嘛。嗯。我们坐这个缆车的话，就是一直滑 free course 绿线接回来，然后这个叫什么？阿鲁潘 course， 一直滑这个，一直滑这个。哇，我的雾越来越严重了，怎么办？现在雾到左边一半的眼睛都看不到。嗯，那先来弄吧。但是这边在下雪，好麻烦哦。还是下，忍耐到下一次上厕所。算了啊。不能算啊，我知道，那它一定越来越大，不行。是吧？但是我很难拆掉啊，你不会让我拆掉吧？不要拆掉。下来这样给你弄，你看超严重的，你那还跟头发。啊，是我这个拉的有点高的关系吗？你把它拉开就好了。嗯。但是一样会起雾，还有就是上面不能进那个，还有左右不能进眼镜。嗯。最重要是左右不能进眼镜。嗯。这边都。但是我是说，那你要先要帮我涂一下吗？要把这个拿出来，在哪里？在背包里啊。还是我伸手进去呢？它卷起来了。那这个扣你是解得开？废话。好啊。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塑胶袋，我到了。先暂时拉回去一下，先把这放回去。啊，好，下个问题是这个是喷，是暗会喷，所以你眼镜必须拿下来。还是你觉得拉远远的可以？好，不大行呢。拔掉再擦，这里面全湿的怎么办？对啊，那个眼镜布先卫生纸，先卫生纸，不能用眼镜布，要先卫生纸擦干。你用卫生纸吗？纸巾吗？嗯。最好是纸巾类的，不要卫生纸的。眼镜布嘞，不是眼镜布要抹一抹它吗？先，你要不要进口袋？万一再用。左上方吗？就现在左边都雾了。眼镜布嘞，我一直在问你眼镜布嘞。
什么东西？刚塑胶袋里的。那你刚刚为什么塑胶袋要叫我先收起呢？因为我们东西拿多了就麻烦了，宣传先这样子啊，交换这样。我不知道在哪里了，看不到了。交换，然后直接放进去好了，不要再装了。哦，糟糕了。啊。这样雪很大，我现在一小段时间我没有顾你的口，就有东西飞进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就不理它。总之把它关起来。你要靠近？你在玩我吗？我没有在玩你啊！我会随便放口袋就好。好啊，你放着，你放着。对啊，一直开几次。然后现在呢？反过来了。不能朝上，一朝上雪进去，你带了就糟糕。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套好。欸，等一下要出力吗？你扶后面，不然我怕一拉团走。马上要拉开，有点臭哎，糟糕了。后面还没扣起来，还没扣起来。哦，扣，还有，哦，雪超大的，好烦哦。好了吗？哎呦，现在雾，没关系，其他帽子都没有雪。你帽子都往装一堆雪。哦，那就算了。我不是会这样子吗？我觉得你的肩膀都湿了呢。因为我的身体是暖的，等到外套也被吹冷之后就没事。这样还雾吗？现在还好。赶快。我的这个要跟这个，但是就是不能。不要再拉上去了。我没有、啊。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等到冷，太觉得太冷，再把它拉上去。都踩不上去，我踩不上去，等我一下。你这样没办法穿，你要左脚。
看得很清楚吗？我的上面有一些些雾，但是不在我的主视线吗？我盯着它才会看到。我的，我问你，我看一下，到底是我面前都是水还是什么？你前面有雪花跟水。对啊，就很。你不用用手吧，用手套就好了吧。手套的反面。手套的反面差不多。好一点。完全看不到，接受不到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没有，我在想说怎么这么开，后来发现不是。是我们那个吗？对。その手からもしかさい。这个雪场很沉默，我是说都没有放音乐的。没放才好。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那 YouTube 会说你违反版权。運転を再開します。
出去要死掉了。所以我都泡得很热，然后走出去都很镇定，走下去。我现在很热，受不了。来，你转过来一下。你可以四点。是，没关系。下的时候你。一天吗？啊？那你现在都拍不到风景啊。如何？是，我看。而且马上会粘上去，因为都已经湿了。因为它有个温度在。现在是湿雨，湿雪啊。应该说温度的关系。现在我手上都是水了，我这样会冷欸。那你之所以会冷，就表示你的衣服没有把热锁在里面，热出来，然后让外面的冰化掉，外面的雪化掉，然后你会觉得冷，也会觉得热。
也看不到什么哈。上去的那个缆车比较快。哦。而且就滑绿绿的。你的脚还好吗？还好啊。嗯、你刚刚说你麻掉啊？脚踝啊，昨天也是啊。嗯、不是脚踝啊，脚跟被夹得很。我的脚跟都松的啊。啊？我的脚跟都松的。我买什么什么女孩子宽板鞋。我从那里开始滑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啊？不然就怕冷了。好，我们还是好，我们就滑。
穿盖这个好了，这个穿盖子啊，那这个才舒服，太冷了，大呼气，口罩都湿了。这个是要贡多拉才滑得下来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这个坡是要贡多拉。你说右边这个？嗯，这个我们拉上去以后，往右边推一些些就可以滑这条了。哦，是。要不要滑？嗯，我觉得我不太行，我觉得我滑得很丑啊，也不是不太行，很丑。嗯，我还没有恢复我的勇气。其实你有恢复啊。只是那个斜度的问题，嗯，斜度比较不行的时候会跑掉。我也是啊，我在比较斜的地方就开始不大对。我们白就是这样铿锵的下来，噔噔噔噔，枪囊吗？还是什么？狼，嗯，狼枪哦，狼枪哦。不是铿锵吗？铿锵有力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铿锵有力。南昌，也不是，中文也很烂。嗯，好舒服哦，有盖子真舒服。那你们滑就很有冲冲雪的勇气，很喜欢。对我来讲，松雪的问题是我很怕两脚岔开。你说脚会劈开、受伤还是什么？没有，两脚岔开的话就那个。因为我觉得我额头会发烫。你的上面的地方有积雪，就是雪镜跟帽子中间。嗯，但是为什么很热？去花园就是推那一段路，而且是推更远，因为要推去那个什么羊蹄山上。那其实推到一半也可以下，推到一半可以下，就是右边这条。手力去换的吗？
这个是啊，我没有要下去啊。哦，这样，这很累，这一定只能早上。啊？这只能早上。你说什么？要滑这个只能早上，现在力气不够。现在有点累，一点点。而且我的脚都就是有那个被夹的感觉。嗯。那个人走了。我觉得你的 S 已经很圆了，哎，我的好像还是很 ZZZ 哈，嗯，你的 S 很顺，我觉得，那我是我就会没有办法跟上你的形状，因为我画的是那样的。
运动到再有活动一下，不然一直觉得哀哀叫很累。好，走。到了。又要加速，我也是要加速。这边哪要加速啊？要去哪里啊？盖子的吗？哦，好。
在偏你的左后方那边了、喔。我回头什么都没看到、啊。左后方。那在一团雾啊。在靠山坡这一边左后方。就是跟太阳差不多加45度的地方。这也是很可怕，然后很快的下来了，红色裤子的。但是它的重心有对。重心比我们对，看起来很可怕。就是上半身前倾，然后就是脚一直有办法，几乎是没有刹车的下来，因为它的那个道很窄，嗯，就很微微。他想刹，他可以刹。哦。他只是他用那个速度，他不觉得有问题。但是我们的话会就会觉得那个速度应该是飞出去了，实际上是速度感不一样。对啊。还在这边吗？
到这边。可以推吗？推往右，接那个红线回去，但是红线的下面是黑线。算了，我今天走快乐路线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多一点吧。要是黑线只能早上，要是黑线只能早上。早上体力好，阳光好。我看一下你的镜头，好干净，我嘞 ，OK 的。你的头顶都是血，就不管。哎、欸，再滑几趟，我的雾都好了。啊，雾都好了。温度达到一个均衡。跟着路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掉了。啊？怎么坏掉了？怎么坏掉？怎么坏掉了？他有人来闹。啊？不是，有一个人过不去。觉得我跟不到你，你要我跟你吗？好，我觉得我跟不到你，太快了。
山顶的。哦，厚厚的。嗯。因为它有斜斜的一坨云。很远呢，雪山顶很远。没有真正的山顶，我们没办法滑到真正的山顶。那车没有拉上去。就是全部的缆车就是到差不多那个地方的高度，但是不是到真正的山顶。哦。哎，有啊，那有橘色的柱子啊。就那一边啊，没了。差一点点。没有，差很多，好不好？爬爬看就知道，差很多。像八方，我们吃荞麦面都算山顶了吧？我们吃荞麦面的地方是有缆车的山顶，但是其他人还在往上爬。哦，不是，这也不是真的。对啊，有更高的地方。要带 beacon， 真的吧？这里还有是没有在带 beacon？ 应该说，他们那边是。那个叫什么什么 country 是自己爬自己滑，然后坐缆车上去再自己爬一小段再滑，好像叫 side country 还是什么的，有个名词我搞不清楚。嗯，然后也有坐缆车接着跑去滑其他地方，那二世谷是坐缆车接着这中间树林只要不是禁止区，你都可以滑。嗯，对啊，也不是都可以滑，就是 get 好像不知道要签什么，还是要阅读什么注意事项，搞不清楚。嗯、跳一下之后翻个过。对，我没看到。左边。在树那附近，它滚了一下，现在正在翻转。哦，真的滚。对啊。撞树很痛。这些人都在滚。
我停得不好，他也会停下来，是不是？下去好了，这里不是也可以下去？你要拍照没有？没有，他只是可以下来的。稍微拉一拉，这边拍也不错。啊？完整的山顶。你要拍就拍啊。突然，突然，快！你那你走开，你现在走在我的前面。我不去，我上不去。我刚刚就说，那还是滑下去就好。那边也可以啊。对。山是不是又要跑出来了？左脚还酸，我觉得我比较少踩的是右脚，因为是右脚自己太酸，然后脑袋就不想踩它了。嗯，好的。要不然？啊？我最后我跟你后面。是累嘞。啊？你想休息啊？去巧克力那边休息。巧克力？昨天的热巧克力。那不就下面而已吗？对啊，是啊。记得用剩下的速度冲去那。哦。啊？好、啊。你先、啊、我先了、嗯、来了
今天还是戴帽子，很大一头帽子，还很远吧？你说？互相拍一拍，互相拍一拍就进去。过来，你的头需要拍一拍。哎、欸，在那里啊。对啊，但是他就往，哎、嗯，头往前往前啊，但是还是往后往后，你不要弄到沟后，往后往后。
关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以为你就要收工了。有一点想。那这样干嘛休息？你也可以收工吗？你要收就收啊。嗯，看你啊。因为我看，我不知道现在叫你几点。反正先休息，反正我是脚跟的那个。现在两点吧。不是，现在2:50。嗯。所以我才觉得那干嘛干嘛先。因为我脚踝脚要伤一下。